完了，盲僧被逮了，不好去啊！一惩戒升两级啊！我靠！ 交闪就死，有点肥啊！怎么一杠零杠二呀？这个人，螳螂三级，有点拿他没办法。 确定，带走，极限反杀，哥们，黄就得付出代价，卡兹克。不过他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。抓我，放眼了，看到你了，还要过来蹲。 我补刀了，嗯哼，螳螂来了，一拉开，无畏，我操，可惜。 这波可惜，拉的不是很开。踩在浪花上。 他是没闪现的，我没带走了，起来落地踩一下，升个级。
大鲨鱼，打不过。我操，这个盾怎么有点厚呀，哥们！被红帽给烫死了，倒霉！红帽给烫的我150滴血，兄弟们，真难受呀！ 解冻了吗？没电脑是什么意思？解冻是你主动电脑解吗，还是什么呀？一片我就到你前面去了。科技枪 ，OK， 新伙伴，还是科技发电机，各位。 包把他炸死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细节。多厚的盾啊！ ，现在能解冻吗？怎么样？踩在浪花上。他们肯定不在，我被他们堵。 全残血啊！想看戏法吗 ？Double kill， 爽！这个双杀绝对美。打完吗？打完就能上号了吗？MAK， 我现在有点想打韩服了。 我这两天，说实话也不怎么想打教训，我想冲个寒风王者，这把应该是拿下了，我打完没什么悬念，没什么悬念，没闪现。 确定你要跟我作对吗，螳螂？哎，差不多，一起来一个 AQ 拉开，完成单杀，帅，直接就是帅。我 TP 好了。 操作起来了！赶紧 Q 带走，不跟他废话。
你再吃一层没问题的，你们说我能赚到鲁仙吗，各位？我准备好了，爸，你看到了。 他的大鞭子好痛啊！一血，走吧，无敌了。 这波出来，保证让他变成25层，你们信不信？那个纳尔的人头，别怕。哇吼！鱼雷！ 超大型鱼雷，恭喜吧！感觉我能跳了。 哎，来了的话，什么意思呀、啊？带走，这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，哥们，在跟我作对吗？有人要来了这一波，但是我不惧，不惧怕。 吓都吓死你！来，别怕。 救命！救命！我的兄弟们，你们一族。Double kill，好切！来来来，还支持推波 Q， 追着追，不到上，单杀足矣。 越了，我感觉。其实我不太想组。少点钱，我决定耐心一点。这一波线绝对会有人来吃的，合格的刺客绝对有耐心，好吧？看到没有？鱼雷，这 W A 他一起来踩一下，死，完美。 耐心的奖励。啊，往这边跑，螳螂是来了吗，哥们？他未必打得过我呀。到了兵队里面，他没有孤立无援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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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给他，闪现拉开 ，Q A 带走，完成超帅单杀。一落地打主戳一下闪现，让他 Q 不出来，再回头 Q 过去反杀他。没。
让螳螂的自尊受伤了呀！去带下吧。 还在，鱼雷立起来落地一个 A W 带走，不要了。对面有点嚣张，因为他中单的 I O E 比较足，先把他带走，有点多。Double kill， 鱼雷，没遇到吗？ 在这里吧，我感觉。到哪去了呀？到上面去走了。哟，带着喜欢绕螳螂，装高手，打的就是你啊！ 他的正能量，这波无敌！我要把帽子放的低一点，他要给我打装备的。等山羊给我打装备，那应该十四级。 以前就是打第一位的，后来是变成改成打某个装备，现在又变成改成打第一位的装备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活？哦，就拉开，不急，你现在交闪现。 行，你来就踩一下，是，完美。螳螂肯定要过来干我的，别急。我准备好了。人呢？在这 ，Q 杀喽！你在跟谁作对啊，兄弟啊？到底要受多少次伤你才知道痛呀？啊？OK。 多了50法强，140。我真是服了，闹够了没有？下去。打你也不要想走。 跑得掉吗？直接戳死！带走，带回头被个鱼给锤死。怎么说？双杀，一起来躲个野，踩一下不急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一个 W 带走 ，Triple Kill， 还再来找我，哥们。 就剩一个纳雅了。
秒掉，抓不到我，你急不急？要把他们野怪给杀了。 先把全身实力打得更加大，好吗？一千零二十六的法强，接下来看我操作啊！视觉盛宴，1026，下一个场，鱼雷，也贼的残，带走，呀 Q 杀漏，高一点的，他应该要死的。再见拉开，可恶，怎么还是死了呀？大法团加强了呀，加了5点法强，可以买一下。 感觉从下路可以一波了，也不用说去上路了，下路能一波了。杀确实不急，杀一个是一个，然后慢慢的切啊，double kill，triple kill，OK OK， 慢慢来，起来，我技能，快抓 kill， 没拿到，来那么长了，无敌，没拿到五杀真是可惜，哼，你不，没关系。 28杀，你没怎么28杀呀？